说到徐光启，很多人都比较熟悉，因为他是明代著名的科学家、政治家。 同时也为后人留下了很多的巨作，但是说到立马窦，知道他的人就很少了。其实立马窦和徐光启是生长在一个时代的人。现在我们要把立马窦和徐光启两个人放在一起来讲，很多人都会有意外。到底徐光启与立马窦有着怎么样的联系呢？说徐光启与立马窦的联系。 我们先得来看看他们的历史背景。徐光启是一五六二年在明代的上海出生的，而利玛窦是一五五二年在意大利出生的。也就是说，利玛窦比徐光启年长十岁。徐光启与利玛窦的第一次见面是在一千六百年，那个时候的徐光启是个举人。 而利玛窦是来中国传教的传教士。徐光启一直对外来事物感觉到好奇，而且想要去探索。在1600年与利玛窦见面的五年前，就已经在广东韶关接触过了传教士。不过是在和利玛窦见面后，才真正开始了徐光启的西学之路。利玛窦成了徐光启精神和学识上的导师。 与利玛窦的见面是徐光启一生中的一件大事，从此他的学术思想也融入了西方的文化。利玛窦好学多事，博闻强记，他的记忆术被明代汉知识阶层称为是过目不忘。也是正因为如此，利玛窦的学识和魅力深深吸引着徐光启。从1604年开始，徐光启与利玛窦的交往就非常密切了。 并且于一千六百零五年的时候就开始一起翻译了一本对后世算术有重大意义的《几何原本》。徐光启为什么是天主教徒？天主教是我国公派神学基督徒的三大教派分支之一。天主教第一次传入我国是在明朝末年，由罗马教会传入。 我国明朝时最著名的天主教徒就是崇祯年间礼部尚书徐光启。徐光启是上海人，所以他是上海市最早的一位天主教徒。那么，一个明朝封建国家的大臣为什么成为天主教徒呢？徐光启成为天主教徒与一位意大利传教士有很大的关系。 徐光启之所以成为天主教徒，主要受到了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的影响。利玛窦是中国天主教的开拓者，他是一位著名的西方学者。他在明朝万历年间来到中国。利玛窦来到中国以后，和身为礼部尚书的徐光启结识，两个人无话不谈，成为了挚友。利玛窦将天主教的思想灌输给徐光启。 徐光启深受感悟，也做了天主教徒。所以，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是徐光启作为天主教徒的引路人。也正是因为遇到了利玛窦，徐光启才成为了天主教徒。徐光启在自己成为天主教徒之后，还将天主教的思想传播给了人民，奠定了天主教在中国的基础。 天主教在明朝万历年间传入中国之后，徐光启就成为了天主教徒，所以徐光启可以算得上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位天主教徒。而徐光启之所以成为天主教徒，和他在万历年间遇到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是有很大关系的。正是因为利玛窦的指导作用，才让徐光启成为了天主教徒。 徐光启为中国古代科学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而他的科学知识有很多都来源于一位西方人物，即利玛窦。这位西方人物的身份是传教士，不过他本身也掌握了很多西方先进的知识，而这些对于徐光启而言是非常有诱惑力的。于是徐光启便与他有了大量的接触，交情也非常不错。在此期间， 徐光启接触了很多西方书籍，并将之翻译为中文，《几何原本》就是其中之一。顾名思义，《几何原本》是一本数学书籍，在相关领域当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不过，徐光启阅读的《几何原本》并不是其原作者所编撰的版本，而是一种拉丁版本。 所以，徐光启在翻译此书的过程中是需要立马都一起帮忙的，否则他自己所学习的知识是存在欠缺的。但是，这两人并未将整本书籍都翻译完毕，只是完成了其中的一部分。尽管如此，徐光启的翻译工作还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如此一来，当时的中国人便可以学习西方那种更为科学先进的数学知识，因而推动了中国数学文化的发展进程。在随后的岁月里，特别是在清朝几个朝代，这本书很受朝廷重视。在科举废除后，该书籍更是被列为必修课程。徐光启是一个很有先见之明的人，所以才能发现几何原本的重要性。为此。 他才会不辞辛劳的翻译那本在当时是非常有难度的书籍，在徐光启之前，并没有人做过类似的翻译工作，因此很多词汇都需要徐光启自己认真思索。虽然这本书籍耗费了他很多心血，但其意义是非同凡响的。徐光启流传至今的有很多作品，他的这些作品中。 都有一些能够给我们一定警醒作用的名言，比如他曾经说过：“人具上知而义理疏忙，即上知无用；人具中才而心思缜密，即中才有用。能通几何之学，缜密甚矣，故率天下之人。” 而归于实用者，是或其所由之道也。他的这段话中的第一句是告诉我们，每一个人具有极高的才能、丰富的学识和智慧，但他并不将这种才能和智慧用在实用的地方。而且，他如果心思不够缜密的话，他的这种智慧也是没有用处的。 但是一个人如果只有中等的才能，但他心思缜密、逻辑能力强，同时他将这种的才能用在数学几何的研究上，那么这个人一定能学好几何学。第二句话告诉人们，天下的知识都要归于实用，只有真正实用的知识还是能够被认可的。 我相信徐光启的这一句名言，一定能在你的生活和学习方面，给你一定的警醒作用。